家好，我是舒克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科技早报，别忘了片尾有互动哦。前几天，苹果在一份支持文档中说明 ，Apple Card 钛金卡不能与皮革或牛仔布等材质接触，否则会导致 Apple Card 永久褪色。因此，多种不同材质的 Apple Card 保护壳已经上线，供果粉挑选。其中最奢华的一款保护壳就是你现在看到的，由 Gray 推出的镀金保护壳，它的售价高达900美元，绝对可以彰显你皇家果粉的身份。iPhone 11什么的都弱爆了。近日，工信部发布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。目录显示，特斯拉共计11款车型均在免税之列，最高可节约10万元。对此，有一部分特斯拉老车主不干了，他们在联名信中表示，对于在2019年8月30号之前缴纳购置税的，应该办理退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这次是涨税，这些老车主会积极补交吗？在解决了 Galaxy Fold 折叠屏的问题之后，三星终于开始加速它的上市节奏了。日前，三星已经在美国开启了 Galaxy Fold 的预售工作，与之前一样，512GB 的售价为1980美元。不过，国行版的价格暂时还不清楚，我觉得没有15600应该是拿不下来。所以，华为 Mate X 的机会来了，你可得便宜点啊！梁总问答，你问我答。最近有网友问我，华为 Mate X 升级版有哪些亮点？此次的升级点主要是硬件配置以及折叠结构，其中处理器升级为麒麟990，搭配 EMUI 10系统，流畅度极高。除此之外，摄像头由此前的3颗变为了4颗。目前 Mate X 升级版已经获得了入网许可证，不过初期的产量不会很高，并且售价也不低。